应该想得到，你还是比他们来的早。你在说什么？郭总，也许这是我最后叫你了，放过我吧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告诉他们。我只是听说了一些事儿，过来看看你。我承认是我自作聪明，辜负了你的好意。我真不敢相信你会用这种极致的方式。你杀了自己家的保姆，又把自己变成她的模样，你不害怕吗？不，郭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些。柳东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。这个男的更不简单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干嘛要去骗保？这值得吗？郭总，在南华的时候，我承认我向东孙透露过一些事情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那些什么机密。就算我知道，我也不可能告诉他们。我听说你有一个妹妹，柳夏，你是为了她吗？郭总，你相信我吧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说，我没有把你们的事情告诉过任何人。谁要害你啊？你是郭林派来的，对吗？郭林，他是谁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我呀，胖姐嘛。哎呦，瞧你紧张的，来，抽支烟吧。抽一个吧，你一天到晚呀，就再别胡思乱想了。来，我给你点上。抽了烟呀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呀，什么就都没有了。谁发现的柳东死亡？一个女囚。几点的事儿？早上六七点钟。
死亡时间大概是夜里两三点钟，原因不详。总是晚来一步。刘队，我们会对尸体做进一步的检测，咱们走吧。小菊，柳东死之前提出来要见你，短短那么几个小时，人说死就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简明，柳东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没有搞清楚。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，一个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里边，他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吧？而且他马上就要交代了，刚提出来要见你，人就死了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贾菊。检验结果出来了，是心肌猝死，这是验尸报告。心肌猝死？对。哼，不可能，肯定是他杀。不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你凭什么说是他杀？你想想看，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？我做过仔细的检查，他身上没有受到过任何外力打击的痕迹，体内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。根据当时心脏停止跳动后的状态和肺液的状态判断，他是死于心肌猝死。哼，凭我的直觉啊，他的死肯定是他杀。建平，你相信你的直觉，但是你更应该相信科学。贾菊，柳东到底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惊吓致死，我不知道，也不归我管。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他的的确确是死于心肌猝死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嗯。建平，你别瞎琢磨。那天贾菊本来就要见他。王明祥，你不用向他解释。贾局长，你也别介意啊，我这也就是就事论事儿。柳东的死的确是个意外，也怪我疏忽。我们一直被人牵着走。我感觉这件事情对我们很不利。贾局，这么说，您把我调到精神科，是您有意安排了？你说呢？哼，要我说啊，自从我到了精神科以后，手跟脚都给捆住了。就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办案了。哎，是郭总啊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什么都成啊。哎，你安排吧，我这儿没问题。这不可能，我姐姐根本就没有心脏病史。虽然他得过哮喘，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再犯过了。他的身体一向很好，好端端的人怎么可能心肌猝死？肯定是被别人害死的。那谁想害他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姐姐的事儿我一向都不太清楚。不过，他那天从南华回来的时候，说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，说郭林不会放过他，甚至连我都不会放过。那他为什么不放过你们呢？好像是为了什么项目 ？HRD 项目。对 ，HRD 项目。他说，郭林和李小军都非常想得到这个项目。他可能触及到了什么秘密？什么秘密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他提到了南华的爆炸案，说跟郭林有关系。他怎么知道跟郭林有关呢？他也参与了？没有。我姐姐曾经偷偷地潜入到郭林的办公室，她肯定看到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她没有告诉我，不过她这么说肯定有她的道理。柳东如果真的是谋杀的，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。所以柳夏，你如果知道什么情况，一定要尽量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真的只知道这么多了。
你说你没有杀害柳东，可有人反映，昨天晚上你跟柳东聊得很晚。怎么，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今天起来他就突然死亡了呢？哎呦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昨天我看他心情不好，我就跟他说说话。心情不好？你怎么知道？昨天傍晚他从接见室里回来，就显得很烦，我觉得怪怪的，我就跟他说说话。哎，我还给他打了饭。你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你刚才说他是从接见室回来？对呀，昨天下午是苏警官来叫的他，我还以为是他男朋友来找他的呢。你同室的二号在押犯说你昨天晚上给柳东抽了一支烟，是这样吗？没有的事儿。就你那点小把戏还玩到什么时候？烟是哪来的？偷偷带进来的。怎么带进来的？我藏在胸罩里带进来的。不知廉耻。押回警秘室。起来。没什么好问的，他是个同性恋，为了他的女朋友杀了别人丈夫才被抓的。同性恋？哎，建平，你那怎么样？也没什么新发现，不过总是有郭林跟李小军的影子在晃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下午他们两个都来见过柳东。他们来看过柳东？柳东是个重刑犯，谁批准的？建平，你先别着急，昨天下午的监控录像还在吗？当然在。咱们去看看，走。柳夏，柳夏，怎么了？小军，我姐，不，小云，小云她怎么会是我姐呢？她为什么要杀人？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告诉我。柳夏，你说什么呢？小军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哎呀，你冷静点儿。小军，把我姐还给我，你把我姐还给我。你冷静点儿。我也不想这样啊。从李小军探视柳东的情况来看，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疑点。李小军自始至终没有跟柳东说过话。文武，问题就在这儿，他害怕什么呢？他李小军到底害怕柳东说出什么呢？你是说李小军是来警告柳东的？还有这个郭林，抛开他前面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他最后好像随口提到了柳东的妹妹。刘成仁的爆炸案，柳东告诉柳夏说是跟郭林有关系。可惜啊，人证已经不在了。你说的没错。哎，咱们能不能假设一下，假如柳东已经掌握了郭林和李小军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那么柳东这条线索突然断掉，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。照这么说来，郭林和李小军是来警告柳东在这里边不要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哼，也许他们两个都是吧。哦，对了，刚才79号说给柳东抽过烟，会不会是烟的问题？嗯，烟没问题，我查过了。这就奇怪了，那柳东真的死于意外？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查清楚。难道柳东是被他们吓死的？嗨，人哪那么容易就被吓死啊？咱们怎么办？走。
上哪儿？会会郭林。哎，你们找谁啊？我们找一下你们郭总。我们郭总不在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哟，刘队啊。主任啊。哎，咱们有事儿啊？郭总在吗？哎呀，他今儿有点事儿出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这事儿我还真说不好。哎，郭总走的时候跟你交代过吗？没有。刘队，你看，要不这样行不行？您有什么事跟我说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转达给他。刘东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不可能吧？他不是在你们那儿捐着吗？还是个重刑犯，怎么会死呢？咱们走吧。啊，廖主任，请转告郭总，我们改日再来。哎，好。郭总，他刘队又有什么公干？郭总一直不抽吗？偶尔也抽。刘东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死于心肌猝死，诱因是烟。怎么，郭总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记得郭总以前从来不抽烟的，可是你去探视柳东的时候，你在他面前抽了，这难道也是偶尔吗？对，我是抽了。怎么了？构成犯罪吗？可以作为犯罪证据吗？好，郭总，你对柳东的妹妹很熟吗？不熟。那可是我从你去探视柳东的监控录像里边发现，你好像对他的妹妹很关心啊。刘队，你怎么总有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呢？那你为什么到看守所去看他？有什么不对吗？你觉得呢？有什么不对？有什么不对？啊？柳东是南华厂的老职工，在南华厂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他进了监狱，我去看他有什么不对？啊？况且他只有一个妹妹，我就算提到什么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好，郭总，咱们不说这个。你还记得刘春生爆炸案之后我做那个假设吗？还记得。那我现在还想做个假设。好，洗耳恭听。 HRD 项目对于你来说一定很重要，你一定不希望一些人和一些事儿阻止它的顺利进行吧？没错。但是我一直盯着你不放，为此你很伤脑筋吧？刘队啊，跟你比起来，我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更伤脑筋。柳东投靠吕小军以后接着杀人被捕，你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了，否则的话，柳东很可能向警方交代一些他所知道的一切，特别是见到你以后引起了他的恐慌，回到牢房后他抽了烟，哮喘病复发导致死亡。看来这一切还是脱不过你手里边的运筹帷幄。很好，分析得很好。柳东是我杀的，刘东是我杀的，你不就想让我这么说吗？你怎么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假设呀？你这种假设很愚蠢。你是个警察，你要知道，你在控告任何人之前，你都要拿到证据，懂吗？
啊？你凭什么肆无忌惮地闯进我的办公室？你有什么权利？你有搜查令吗？就凭你是警察吗？好，正因为我是警察，我的职责就是把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。小军，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，太可怕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军，跟我慢慢说嘛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必须马上得离开这儿。刘东啊，如果我能让你拿到一大笔钱，而且可以脱离郭林，你干不干？你说。我可以给你买一份保险，高额的意外险，你可以把受益人写成你的妹妹柳夏。如果你死了，他就肯定拿到一大笔钱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想让我死？你怕我把你老底抖出来是吧？刘东啊，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去做，别说是你，就连你的妹妹也休想离开南南。非要这么做，咱弄个空车不行吗？不行，这事儿啊，一定要让人知道有人死了，而且死的那个人啊，必须是你才行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总不能连我妹妹也不告诉吧？你要告诉柳夏，就等于告诉了小云。那告诉小云了，你这事儿还怎么做呀？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呀？完美，真是太完美了。换了这张脸，更漂亮了，皮肤也很光滑，谁还会怀疑你的身份呢？你这意思是说我以前就不漂亮了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味道和感觉不同而已。啊，你说，我们真的不会被他们发现吗？不会，我今天就带你回去。看柳夏的反应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我要等多久？这事儿可不能着急，得慢慢来。郭林不是傻子。这我知道，不过以前我能应聘到南华，现在我也一样忙。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现在是小云，一个保姆而已，知道吗？保姆怎么了？小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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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吗？你想我吗？小军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你？你怎么了呀？柳夏，啊，你出国的事儿，我会尽快给你安排，你自己做些准备吧。小军，你没事吧？
来，放这个。小菊，调我回刑警队啊！建平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在正是 HRD 项目招标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一定要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。你绝对不可以给我捅娄子。是。想死你们了！我问一下，这段日子啊，在精神科可把我给憋死了。行了，你忙吧。好，来来，刘队，给你倒杯水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哎，明祥，你记不记得上回柳夏提到那个 HRD 项目？怎么了？你说这个 HRD 项目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问我呀、啊？我又不是发改委的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哦，那倒也是。哎，你说咱用不用到有关部门问一问？刚才老贾说啊，这 HRD 项目到了关键的时候，让我做事小心点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让查郭林呗。哎，对了，我到李敏杰那儿，他说柳东死于心肌猝死没问题，但是诱因啊是烟。啊，那这样，不让咱们查郭林啊，那咱们就去问李小军。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、啊、我刚才洗澡呢，没接到电话，不好意思啊。大白天的洗什么澡啊？是，您是在东半球，可我在西半球呢。好了，你有什么事说吧。我知道 HRD 项目啊。这样吧，过两天我就回国了，到时候咱们见面谈，好吧？嗯，拜拜。李总，南华制药在美国北部疯狂推广他们的肾宝，反响很大。延伸到我们的区域没有？目前还没有，但是不知道郭林下一步会不会锁定南部，占领我们的市场。会有办法的。鹏飞过两天就回国了。孙教授那边怎么样？还算顺利。喂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你先出去。好。刘队，黄队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二位警官，大驾光临，有何公干呀？啊，李总。我们这次来主要向您请教一下，这个 HRD 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？二位对这个也感兴趣？请李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。这是一个境外财团对蓝海的定向投资。什么财团？总部设在比利时的 HRD 基金会，项目投资初期就是10亿。是美金？对。是个医药项目。那这个 HRD 项目
对蓝海的医药界有多大影响？那影响可就大了。国际财团的代表到蓝海考察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说 HRD 项目进入蓝海市之后，整个蓝海市只能有一家实力最雄厚的医药企业来做，具有垄断性质。也就是说，通过竞标，竞标获胜的一方就获得 HRD 项目，竞标失败的企业就会被这家企业所兼并，从而失去对原有资产的支配权。当然，这也符合市政府关于支柱型产业做大做强的规划部署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 HRD 项目会让蓝海的医药界重新洗牌，从而影响蓝海的国民生产总值，带动蓝海的经济发展。也可以这么说，刘队看到的是 HRD 项目的正面影响，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危害性。李总怎么学会卖关子了？这不是卖关子，这是商场的事情，如果跟这个案子没关系的话，你们最好还是别问了，因为这里头啊有一定的商业秘密，恕我不能多说。李总，我们只是想了解这个项目的真实情况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柳东的死虽然是死于心肌猝死，没有外因，但是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，跟他这个项目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调查过他的妹妹柳夏，据柳夏交代，他姐姐之前给他提到过这个项目，说东森制药和南华制药为了争夺这个项目，明争暗斗，互不相让。这话不假吧？实不相瞒，国际财团的代表近两天就会过来对东森和南华进行实地考察。我跟郭林是在争 HRD 项目，而且整个蓝海市最有资格、最有实力竞争的也就我们两家企业。商战嘛，难免各自就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，自然也有人倒霉，也有人从中获利。至于柳东的死跟 HRD 项目有什么关系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坦白跟你们说吧，我是想利用他，但是我从他那儿没得到一点好处。后来他被郭林开除，这件事情上，我恐怕得负一定的责任。喂，表哥，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有消息给我打电话了？又找我帮忙啊？你们也关心起 HRD 项目了？我考虑考虑吧。这样，你先把资料给我传过来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李总，我想听一听刚才您说的 HRD 项目的害处。害处嘛，打个比方说 ，HRD 项目只需要一家实力最雄厚的医药企业来做，而蓝海市的医药企业从水平和实力上来看相差都不大，每一家企业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强的，企业和企业之间在没有拿到 HRD 项目之前就会互相攻击，不择手段，实力强的吃掉实力弱的，大鱼吃小鱼，这就是害处。李总，我想你们东森制药也一定参与了这里边的争斗吧？我这个人做事看重的是结果，至于过程嘛，我并不关心。可能我的手下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过激，如果二位以后看到我的手下有些出格的地方，请二位一定高抬贵手。李总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手下的员工为东森制药争取 HRD 这个项目做出来一些什么不好的事儿，那肯定会影响东森的声誉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情况出现。说得对，谢谢刘队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好，李总，该问的我们都问了，就不打扰了。我送你们。
哎，明强，一路上我一直在想，你说这个 HRD 项目真这么厉害？我也说不清楚啊。按说，郭玲的南华制药，在这个时候根本就不该发生这么多事情。他应该全力以赴的去竞争这个 HRD 项目才对。你看啊，先是老婆自杀，接着又是厂里发生了爆炸案，再下来呢，又是柳东被开除了。你说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似乎又没有影响到他对这个项目的竞争。你说，这柳东的死，到底跟郭林有没有关系啊？我怎么觉得，这个案子和刘成仁的案子，怎么就这么像呢？柳东掌握了郭林的把柄，我感觉，郭林为了防止他泄密，所以杀他灭口。这郭林到底玩的什么把戏啊？他既然害怕柳东泄密，干嘛还要开除他？这不是让人们直接就怀疑他了吗？HRD 项目投资这么大，郭林他不会不上心。否则的话，他不会不知道厂里边发生这么多事情，肯定会影响投资方对南华的看法。除非什么呀？除非他不想竞争这个项目。郭林可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啊，他既然能考虑到南华制药的改制，怎么会让这么好个项目从自己眼前溜走呢？除非啊，这个项目就不存在。没错，除非这个项目不存在，他才会这么做，否则的话，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项目呀，是经过经贸委和发改委的相关部门严密审查之后才立项的，怎么会不存在呢？是啊，要么就是。就是什么呀？你说呀，明强。嗯，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可怕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但是，我还不能确定。我总觉得柳东这个案子，把咱们引向了一个误区。别说那么悬好不好？啊？也许啊，跟郭林就没有关系。倒是这个李小军，恐怕李小军啊，也进了郭林的圈套了。慢慢梳理吧，我看这件事情啊，还得从头查起。那柳东的案子呢，就这么结了？哎，柳东他是死在自己手里边，郭林虽然是诱因，但是咱们定不了他的罪，所以柳东这个案子也只能这么算了。林强，嗯。现在 HRD 项目到了关键的时候，咱们得抓住这个机会啊。哎，咱们要不要给贾局汇报一下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现在感觉很好。我们南华厂势头很旺，肾宝在美国销售业绩直线上升，基本上占领了美国的北部市场，足以跟东森抗衡了。下面我们要做的是，要改善一下我们企业内部的环境。我们要盖一栋家属楼，要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。盖楼？郭林啊，眼下东森那边对 HRD 项目正是虎视眈眈，这个时候抽调部分资金去盖楼，会不会对我们竞争 HRD 项目有影响？没关系，
当然，资金很关键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一个企业的内部环境对竞争 HRD 项目也是至关重要。他李小军只想走捷径，偷我们的标书，一下想知道我们的底牌，他根本就不会把心思放在他企业的内部管理上。我们就是要在他最薄弱的环节多下功夫，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内部环境，要盖家属楼，要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。另外，我们还要再招一些有用的人才。马上招聘一个外联部主任，这个位置不能永远空着。为了防止东森的商业间谍再次介入，这次招聘一定要仔细审查。这个柳东怎么就死了呢？我去看守所看过他。那刘建平他们？他们问过我，说柳东是哮喘病，诱因是烟，说我在他面前抽烟了。我抽烟有罪吗？啊？我不能去看我的职工吗？我去看柳东了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神情恍惚。你想想，他杀了自己的保姆，又把自己变成他的样子，他不害怕吗？啊？他每天照镜子，他看到的不是自己。啊？他不害怕吗？他是被吓死的，死了也好，死了解脱了，死了解脱了，死了就没有恐惧了，死了就没有，他是被自己吓死，死了就不痛苦了，死了就不害怕了，死了就没有恐惧了，死了就没有痛苦，死了就不害怕了。哎哎。